彰化不只市政，也兼顾选举行程。侯友宜拜会议会和曾表态挺郭的彰化议长谢典林面对面，拔彰意未浓，致辞前先深深一鞠躬。彰化谢家三代相迎，动员力挺，侯友宜像是吃了定心丸，但谢议长全程玩手机、打哈欠，样样来。两人座谈几乎零互动，就连受访接地站两边，侯市长就站中间。被问未来怎么帮忙总统大选，谢典林回答都很不给面子。未来怎么帮那个侯友宜加油？因为我姐哈第三选区我们也还在选举哈，那彰化县啊，我们会请王惠美县长扛住这个哈，这个主委，这个我们听他的指示来做安排了啊。彰化县不败女王的这个称号也不是叫假的哈。竞选总干事推王县长来挡，尴尬的是侯市长访彰化，还有小鸡干脆找郭台铭当母鸡挂布条。整合难题伤脑筋，新北卫药案也还没完。赖清德纵容底下不断的抹黑跟造谣，赖总统。你不是说过司法很重要吗？你怎么忘了你有民主自由的 DNA 呢？侯办提告赖清德散布假消息，律师开枪根本是滥诉，浪费司法资源。如果没问题，侯市长又何须撤照又道歉？而彰会理事长王文君也不满，家长还在等毛发鉴定，现在就带风向说是乌龙，也未免太心急。侯市长蜡烛两头烧，想要以送纸棒，前提也得自己站得住脚。三立新闻李维婷、吴文轩、S 小组新北彰化报道。